实实在在，值得信赖。本节目由值得信赖的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，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。本节目由让你躺好床、睡好觉、接好运的喜临门床垫赞助播出。这是一个巨巨巨巨大的、巨巨巨巨深的盒子，里面裹着一群老猫。喵！这么腻吗？我们？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！带着猫，当初来乍到的小猫说：“哇哇，这阵仗不小啊！”我现在已经害怕了。等待他们的是有猫腻剧团，让你有去无还。一出动静，各自奔逃。哎呦！福气大发，但好像变成了脑袋痒。弄他们！你们并不想救我。你别撤，一起玩吧。来吧，来吧，小朋友。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可不能这样。原本他的计划应该是……这怎么降下来了？喂，好嘞。没有线索啊。我们的运气就这么差吗？一定是到最后一个才是。我们有手有脚的，就这么就被他。不是，别！这个墙是个活墙，这咋还能给它拆开啊？别！全给人破坏了。他们仨研究的全是拆东西。哎呦喂！完了，我们怎么走呢？这基本上就那种笨贼，你知道吧？在人家里边把门给锁上了，出不去了。太笨了！警告！警告！监测到玩家操作超出系统预判。警告！游戏最大的 bug 就是我。咱们现在已经一个多小时了，一个地儿都没有踏出去过。人家做那么大景，别到最后今天就玩了这一点。于是盒子转动的齿轮开始有了自己的方向，这个综艺终将变成大家喜欢的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别闹！把他们拿下！亲一下吗？那你来啊！我的心里只有你，宝贝。似梦似幻，人生就是离开一个盒子，又去到另一个盒子。一个盒子，他一个盒子。欢迎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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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爷爷。您这错犯的不小啊！那是，哎，爷爷也年轻过吗？乌烟瘴气的，自己怎么回事？心里没点数吗？数啊！